不是一枝花的第一个短片，一起来看。我看一眼，大夫不行，害怕，不管，特别害怕。看样子就得小花出手。付小花，我叫付瑶，今年21岁，大家都叫我小花，来自吉林，现在是一名牙科护士。我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护士哦，乖，拔完牙就好了，听话啊。我可是我们护士一枝花呀。领导对我非常好，还给我免费镶了一颗牙钻，让我身兼两职，护士前台两手抓。我总结了，想要做一个成功的女人，需要具备3个条件：自信、嘴甜、貌美如花。我特别自信，因为我的工作能力特别强，工作了2个月的时间就当上了护士长。都说下班是件幸福的事儿，可对我来说是痛苦的。我平时话就多，最愿意找邻居唠唠嗑了，可是城里的邻居不好接触啊，下班打招呼都不跟你说话，也不搭理你。姐，你把你家螺丝刀借我用一下呗。没有。就连去对门借个东西也借不出来呀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。有人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让爱震动所有的尘埃。我就是这样一个麦霸，台上的男嘉宾，你们出招吧。